这个没带要求对象。然后你点按这个界面。我的手不在你们看看。然后时间设置。二十分钟差不多吧。那个灯亮不高，你把那个滚轮转过来显示它的转向。负压先开，负压模式，你按成那个模式，然后下面那个上面。
选，还有可以选的，你摁那个就是按中间。循环模式，这个，这是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模式，这个没有负压的，有，负压不要开。没灯。不是，是变电片。不要开灯。下来。OK。我这个不要开负压吗？没事。